发小的光上快，哎呀。小青菜啊，人家的怪球已经出来了。运球足低呢，对啊。第三，卖坏你。这小弟让我溜下去了。
那他把你了，这特级，一点努力。打工了嘛？所以呢，我看你上来打，我看这条怕完。两半，两半，两半。哎，无罚球的啦，真的嘞。 破僵局，视频。哈哈哈。幺一零。我领着马头，快球，快球，快球。好。 好难啊！全胜的你，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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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
喂，哎，红哥，你马在遐差不多几磅？十磅呢？哎，讲要载几的？十磅。
啊，小白啊你，好啦，好，九点，好啊好啊，别紧啦，好啊好啊，好啊，安尼 OK， 好。好，好。好啊好啊，好啊紧，好别紧，好，好。做起来，啊无啊，即马三个就是伊去你啊，伊一定爱去你啊，啊伊甲你拍过是对我啊，没错，对啊。啊，等下你下球上去了，啊，无带咱了，咱去香槟嘛，对，啊来了，搁你下起来，对啊，就了，应该就了。靠背，背身没有拿下来。我应该搁四架后车扶的，袂当我去超市，我要放弃这武器。出手再快一点，我就跟不到了。没有啊，我收球太慢了啊，我的收球跟不到我的脚步啊，我第一届在球迷，我是其他边来来讲，我弄到林波了，我要往后退一步做投篮。我切入去，我伊就是克里加弄到伊，啊伊对袂到我的速度，我退一步，我只能投篮啊。你应该卖给一点步。你出手比较快一点，你收都会垫步收球嘛？你都会习惯，你垫步也垫步，然后收。而且你的垫步收球是球已经在你手上了，你才垫。啊，人还垫步是球弹地垫出来接上。你多垫的那一下，所以我才跟得到。有时候啦，我你用收球当对，你给个这些假动作，然后下面边啊在倒。我什么效果？看你这个树啊，看毛回家毛啊。终于度过我的投篮低潮期。
概念都连起来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那色，那色满脸。你看安尼，徛伫咧位咧倒，感觉变较轻松安尼咧。嘿咧，我感觉我迄个点啊较准咧。而且你那出去，整个那个流畅度跟施力点都比较 OK。来，我来练一下。要炸一下帐篷好像有点对啊，你怎麼想說要去露營？你是不要去露營？沒啊，哈哈，要炸就好了，想要去。虽然吼剩足大粒，足大粒的火锅，我嘛是坚信，甲动作做得了。只是吼剩一点电力，我可能会假动作。对，来改变一下战术。他在思考啦。十五秒为例。容易被对手的动作，然后会想要提早出手。好堆的呢，散发酵素。动作我很喜欢。我看到陈怡，有一点脆弱，保护不了哎。有时候不要想太多，把这个动作练准，其实也很好用。你把这个动作练准，其实很好用。差不多了。每一个动作练准都很好用。你有吃八天锅，非常看不到。你就不要想篮板，因为没篮板的名字，所以你对的就好。欸，你吃柴油的啊？汽油的啊？对呀。你吃你的汽油的啊？汽油的啊？啊，几 CC 的啊？啊，你吃两千。你吃两千。还有的菠萝包。
踩涡轮，现在踩涡轮车啊。啊，你这个是柴油版呢？还有车刚刚较歹保养哈，嗯，无是因为一开钱的足贵，开钱足贵，系啊，柴油车只要一开钱的足贵啊，因为柴油引擎，啊，你讲难维修的足贵，对啊，柴油的保养拢足贵，新底的迄油钱，唔过开底的迄个维修的，再用几张差不多。其实哦，那些钱不会让你致富，也不会让你变穷啊，老实说啦，安公听听啊。那爱看关心的是车的保值度啦，保值度还比较是真的要讨论。哦，保值啊，保值。万一折旧，一年折旧啊，这样。你晓得我车搁起价啊，所以我去年的折旧拢搁起价起啊。主要现在卖嘛还本，也无车啊，现在就是无车啊，像金店啊，啊，人要等新车无，人会买你一年车、两年车啊，现在是一种，我感觉是一种时代在改变的。哦，好久。人都会去探钱啊，对啊。你若无车，车子比较折旧会变比较小。啊，我是那种可能缴完我就会想换车的人。啊，因为我在做工课，我在做行李，就是说我现在卖掉铲子是80好了，我还继续去圈贷，或者是拿这笔钱当头取去用租赁车，去省那个税金什么的，没关系，他不敢换。比较强调卖的时候，它是要有价值的。趴下来，慢一慢。你俩卖掉最有价值的东西，拢口又差吗？嗯。放弃啊你！鸡巴呀，吃这碗饭。还直接收球卖店铺出手干净呢。好不？我拎了。是否能够全胜？看我挡他了。阿健，我把你干倒。卖颗粒啊！你，对。
到别人进攻武器啊你？哈哈哈哈哈！七 B 啊！你不会的二打二啊，三你无法多发挥，无人穿球可以。伊爱伊会走，啊有空。他怕。你无多攻守先。对。这波难办了，四号进去，喷水花了。Thank you.
歇几场啊？你管拢打啊呢？你歇几场啊？你是打的呢，还是我会切啊？我拢毛巾切，啊无会冷啊。哈哈哈！从这边来，从这边来，防守成功。三个比我大哟，然后三个比我大。